区的发展也将因战略的科学谋划、自身的不错前行而更热、更强，实现更大跨越。各位听众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，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。有着600多年养殖历史的乐清蚕食灰蛾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，温州乐清有一对父子自掏腰包跨界办鹅场。